金湖镇一家精品酒店式公寓砸下重资，邀请曾经在五星饭店工作的西餐行政主厨设计摆盘，选在国庆当天为旅馆内的餐酒馆举行开幕。3、2、1，李晨林浩。业者寄出200份买一送一的餐券，吸引很多的乡亲大排长龙领取。业者也表示，餐酒馆是由知名的国际五星饭店西餐行政主厨来设计，跟自己栽种的香草露菜，有很多项的意大利面可以提供您的选择。这个两人同行一人免费券呢，今天晚上开始就可以开始使用，一直到10月31号。那除了我们有两人同行一人免费券之外呢，我们就是来消费的部分，我们也会赠送75折的优惠券，所有的优惠券都可以同时使用，没有限制是说只使用哪一种优惠。我们你有两人同行一人免费券，你也可以用；同时你有75折的券，你也可以用。我们还有一个生日券88折的部分也可以使用，所以欢迎各位乡亲赶快来使用我们的优惠券，然后共襄盛举，双十同庆。业者也表示，开幕现场提供试吃的意大利炖饭是8分熟的夹生饭，用的是米型面，口感很像面又不是面，看起来像米又不是米。口感非常的滑溜，非常的弹牙。餐酒馆除了双十开幕当天有优惠，到今年的12月31号之前还有很多的优惠活动。